吃很有特色的一个甜品。甜品店，对，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吃，吃一下看看。来吃甜点，说遇到高雄高专，说他们是英文老师，对啊，会讲哦。We hope we can do better to help in the world. OK， 很好呢，哈，英文很好呢。Of course。亚当，走吧，我们出发去吃甜点。我咖啡没了，但也没咖啡。是嘉泽，我的好朋友，他带我们去高雄，说一间很厉害的甜点。吃很有特色的一个甜品，甜品店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吃，吃一下看看，好不好？介绍多一点吃的给大家，要不然其实我们在台南跟高雄都不知道吃什么。看住台南多方便，对不对？吃个甜点要开到高雄，三十分钟，台南其实也蛮多甜点，高雄有一间粥也很有名。算超级贵，中华名店也没有。鲍鱼粥为我主推，很简单，粥一条3000一条。3000？对啊，就像外面那个一大高雄，那个高雄那个粥。我看我是找不到了。我老婆是要杨枝甘露跟红豆，红豆紫米露。马蹄露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马蹄露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走，我们去买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买外带就好了。来吃甜点，说遇到高雄高专，说他们是英文老师，老师秀两段英文来。We hope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. Ah, OK， 他是说希望我们的这个地球还是世界都可以，地球或世界可以更美好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段。换另外一个英文老师，英文老师再来一段。哦，不错不错，他讲一次。哦 ，OK， 他是说就是一起努力，这个姿势够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一起运动。现在就知道说谁的英文比较好。那你要秀一段啊？你要秀一段？我秀一段。对。我，欸、对啊，突然要讲都会有点，突然你刚刚要讲都会有点先入我为窘境。突然会讲哦 ，we hope we can do better to help in the world。英文很好呢，哈，英文很好呢。Of course。我去美国14年哎、欸啊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我们在美国打14年。所以你有看《灌篮高手》吗？有，还这次还没看，还没看。但是不是我小时候的，我们常看，但还没看。对啊，就是被机器，而且你头发很像工程，所以蛮适合的。工程良品，对，很像。你们有在追我们的那个 YouTube 吗？他就是追你的 IG， 追 IG。IG， 他就说请问你的衣服怎么跟 IG 一模一样？你头发了。啊、真的，我刚刚一直看说，这个也太像了吧。老板，我可以再加点吗？好，我要再多两个椰汁西米露。两个椰汁西米露。嗯。好。台湾民众就比较不吃香了，真的不吃香，因为政府就不太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做高蛋白。哦。像我们的公益是最主要是帮助爱心当午餐，所以我们就尽量找一些资源。然后给一些偏向小朋友是起码有爱心才可以持续一直吃这样，那我们自己刚好本身有做高蛋白，就会提供给他们喝啦。对，包喜呀、啊，这台南的、啊，听不进开，他还叫我还要请我，这台南出来的，我台南人哎、欸，失礼啦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啊，不然我全部带回去。好啦，我们有机会再去学校走一走，因为他们学校刚好有这个有手球。手球，排球跟射击，对，好不好？刚好三个我都不会。带一下我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老师，拜拜，走啊。
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吗？好好吃的。我的是吃紫米的。赞，甜度刚好。看什么电视？紫米的，要不要吃一个？我要的小，我要的小蜘蛛飞动时间到。嗯，这么好吃的。我要的小蜘蛛，我想的小蜘蛛。那是什么？哎。